在这新春佳节即将到来之际，祝泰然的朋友们春节愉快，恭喜发财，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大过年的最主要要发的不清不楚。猴年即将到来，我们走国位同仁，新年快乐，祝大家猴年吉祥，恭喜发财，祝大家工作顺利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幸福，恭喜发财，红包满满，带我幸福啊！同时希望愿意和大家一起共同去努力，在变革的2016年啊，一起向我们的目标实现化，快乐万事如意，身体健康，为我们共同的目标奋斗，全体员工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在2016年，我希望在大家的努力下，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。祝大家身体健康，工作顺利，家庭美满。我也祝大家猴年吉祥，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